大家好，我是奇美医院加护医学部及感染科医师杜汉祥。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，防疫期间需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一、自我察觉，观察自己是否有身体、情绪或生活作息的改变，例如头痛、情绪低落或失眠等症状。二、自我维护，在轮班的情况下，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、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。三、自我修复，接纳情绪，肯定自己，常做深呼吸，放松身体，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。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，给予最及时的鼓励，一起对抗疫情。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，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位老师，欢迎收看的《当初很角色》，每天呢都出色。你看今仔日，哎呦，哦，啊，都大起265点起来，哇，又个翻灯结彩。嘿，我跟你讲，那今仔日这个行情是为什么起的？那接续呢，后续会怎么样的一个表现？哦，这是跟你较有关键啦。对不？啊，今仔日二一老师啥意思？送给你的股票，你就未付啊？还要再就涨，就透早就来，对不对？来，咱先了解一下原因。今仔日台湾盘为什么大起265点起来？最主要是伫美股的盘后交易，因为昨美国马丁路德的纪念日，所以讲休困一天。啊，休困一天呢，就无盘嘛。但是你来看讲。他美股的盘后交易，在咱台湾盘中的时间，都一直处于这个小涨的一个格局。那处于小涨，而且个 next 个带头的企业啊，那安尼咧会带动咱台湾的电子股嘛？那受到电子股咧，你就想到讲啊，还有啊，都全值比重的啦，哎，前三大的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。刚才这三支的表现啊，今仔日贡献啊，吼、哦，七成拢有啦。来来来，你甲看台积电，哦，来到偌济？627啦呢。今仔日收盘起20块，你知影台积电起20块，对大盘贡献偌济无？咱以全值31%甲计算啦，对大盘的贡献159.5点。有济无？起20点，一支台积电鸟，都贡献159.5点哦。搁刷嘞，全值第二名的鸿海，咱以伊的全值2.9%甲计算，今仔日起1块，贡献嘞4大点。哦，这是鸿海的部分。搁来，咱甲看第三名全值的，哎，联发科，联发科今仔日。去35块，以伊个全值2.7%个计算，今仔日贡献偌济？17.5点。那安尼加加加个前三大个全值股贡献偌济？181点。啊，大盘讲去几点？265点。哦，安尼甲测算咧，哦，敢若即前三名，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。就贡献181点，算算诶，68.3%，有济无？吼、哦，相当诶悬啊，这个比重啊，所以嘛，起是起伫权重股，那小型股咧有涨有跌，有诶顺这个大盘开高走高，哦，甚至有诶是力所涨停诶，啊有诶是开高走低。
就这样选下去，表现大不同哦。所以临界这16000点哦，不要开玩笑哈。咱你讲啊，这个成交量涨3128亿，今仔日3168亿，增加40亿尔，增加40亿，啊去265点，人去16000点，非同小可。一路去到16000点，来，咱请教的，这是头部还是底部？你要先搞清楚啊！你讲伫这当时16000点，要去见迄个起一倍股票，要倒退啦！即马毋是伫10000点之下呢，是16000点呢。不要开玩笑吼！咱讲真诶啊，所以嘛。一挂老先觉的拢看有这个盘，要阁做一倍翻的股票很难，所以咧，真济拢伫做什么游戏？当冲，因为伊唔敢控股啊，甚至有的就是现买现卖啊，所以咧，当冲的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？为什么会这么高？超过1/3以上，以前安尼上市上柜个加起来安尼1409亿，伫做当冲。所以讲，伫即当时股票，你讲做多适合长报吗？起到16000点，对我讲啊，绝非底部啦，无可能是底部啊啦。对8500起做起来啊，对无？甚至咧，有一挂投资朋友股票。都已经套牢啊！那创新高跟你有什么意义？跟你嘛一点啊底台拢无嘛，那怎么办？后续咧都是爱靠当冲，甲赢倒转啊！那做当冲咧，咱首先咱就爱了解盘势哦。尤其今嘛拢一日行情咧，忽多忽空的速度有够紧的啊！所以讲你爱准则讲，今仔日这个气势适合做多。还是适合做空，所以讲我开场白就跟你讲，人美国盘的盘后交易怎么样？会带动咱台湾的电子股会怎么样？那安尼我请教，做多有利还是做空有利？那今仔日相对都是爱做多有利嘛，对不？你若硬要去甲放空，当然啦、也可能会赚啦，只不过咧，赚到有较硬啦。简单讲就是咱顺势多空。赚都会比较轻松，安尼了解无？所以啊，人去，今嘛不管你用投机的眼光，还是用投资的一个角度，关键呢是伫买卖点，是伫买卖点哦。甚至你若要用当冲来讲，嘛是买卖点上重要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张鳄鱼老师。三秘书大放松，讲咱要来挑战纪录呢。咱的连胜的纪录是连赢20天呢。鳄鱼老师跟你讲，要钓大尾的啊。其实啦，咱涨的气势哦，顺势，咱是爱做放空。照道理是爱选做空的股票，但是呢，鳄鱼老师讲啊，美国的盘后交易日去。带动咱的权重股嘛会拖咧拢，所以咱尊重趋势哦。今仔日咱就该做吼，反做多，反做多的情况啊！你要拣什么股票？我问你啊，有人开高走高，有人开高走低啊。那鳄鱼老师要三秘书大放送的是多一支利基，人去，你先看清楚。今仔日利基的表现是什么款？来，先我你看，很点名落去，很不很涨停。唔免，但是如果将来，而且鳄鱼老师甲你建议的9:40，你千万唔通阁拖拖刷刷，拖拖刷刷或许啊，哼，10有8/9就没有了。来，510利基，对吧？先买进，人可以。就是安尼，开盘那一刹那，
咱感觉气势未歹，就赶紧吹落去啊！现买现涨停收起来，安尼有遮爽的无？对嘛，这样才叫做做股票，尊重趋势来选择股票。尤其要做当冲的投资朋友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就我讲，你今仔日买是会使去做空啊。问题大盘的气势，伊就去哦，这个权重股硬惊掉的，啊，就无买咯，啊，就无买咯。啊，结果你去选做空的个股，有啦，会使赚啦，赚的迄个幅度哦比较小，比较小。啊，咱若顺势去选这个利基，来甲顺势做多起哩，啊，你是不是很买？哇、哦！啊，现涨停36块的价差，甲涨停板7.1%，安尼唔是遮舒适的，对不？顺势多空，这就是二一老师伫讲的，咱的操作的原则。今仔的气势适合做多，咱就做多；啊，若气势适合做空咧，咱就选择做空的个股。哦，这有所不同哦。来，依你看哈、哦，今仔日利基1月19号，有无？4968利基，510到546涨停嘛，对吧？36块，7.1%。那可以，就12月30号，安尼20天来，咱已经做到14笔啦，无漏亏的。来，偷偷甲加落来，215.5块的价差，你一张一张做，会使赚偌济？215,500块，这20天来哦，这20天来，你会当赚的就这个，包括趴数呢，66.4%，66.4%。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趴数？咱你讲的，搁加来，你讲要找一个一倍翻的股票，真的很难，非常难，因为来到16,000点嘛，所以我讲嘛。同样要赚你一倍，你如果要破单的啦，100要起到200要多久啦？几个月还是几年？不用啦，咱这样以前来做到10个啦，当冲啦，咱一步一开，预计一天赚你2%，两个月时间就可以100%，对不？结果呢？来，观众朋友，你甲算看卖，二老师这20天来所甲你建议的，哦，讲金星科赚几趴？8.7%，利基咧3%，创意咧7.3%，福联3.4%，哦，过来金相光6.2%，维生4.3%，台表科3.9%，如虹5.5%，国巨2.5%，稳茂6%。利基2.4%，过来联茂联哦4%，硕和2.1%，甲今仔日的利基7.1%，多一支有低于2%的，拢无，而且佫超标。这20天来，咱所做的绩效安尼66.4%，咱目标是安尼啦吼。记录20连胜，记录是20连胜咯。咱若讲来挑战记录，赶快20连胜的时阵，看会使100%无？来20连胜，咱以营业日来去算啦，准一个月，准一个月。人可以，他拄啊二一老师讲的50天，结果呢？咱即马超标的状态之下哦。如果挑战20连胜成功的来讲哦，搞不好真的100%，我讲会搞做会搞啊，对不对？你讲安尼一张一张来就好啦，卖讲济啦，你就会使赚215,500块啊，安尼唔少稳呢，对不？而且是逐天的呢，所以我昨昏就甲你出招讲，这个大买，大买，你阁唔爱信呢？我大买，现买现涨停，36块。刷咧咧，明仔载换一支
我就讲爱多空双向才是王道，袂使讲干阿只会做多。啊，你若像前两日啦，安尼坐台咧三四百点，迄你讲也做多，你有赚到遮艰苦的吗？卖讲赚啦，无了就已经偷笑啊啦，迄个开高走低啦，啊，就二十分钟啊，你抬三百五十点的啦。那你说怎么去做，硬要做多呢？那反倒倒来，咱讲今仔日这个盘开高走高，你硬要甲放空，有啦，赶快是会使赚啦，但是赚得一丝丝啊，尔尔啦，赚无大啦。那与其安尼，咱毋是尊重趋势，来安尼今仔日甲做多去哩，安尼毋是好个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讲嘛，咱做单冲的人吼，脑筋要灵活一点，要尊重趋势。所以我来跟你讲嘛，咱如何看待今仔日这个盘哦？我还未开进前哦，马上就要知道答案。那这个答案我们可以从美股的盘后交易哦，甚至咧咱台子期的起落哦，甚至咧延续涨的趋势，什么股票会起哦？安尼来个。抓下去你就知道一个结果嘛，尤其我们这个能够盘前撮合，你就知道什么股票今天的气势很强，这个没事放空你也要放空就不对了，我们再跟你说良心话。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选利基，这样你了解吗？所以说我们做多做空一定都有一些条件说啦，只不过说你没定在运作的情况哦，有诶，安尼投资朋友就是稳打油诶啦。哎、啊，今仔心情好啦，啊，今仔日我有时间啦，哦，啊，再甲你迄个撮一下啦。所以你变成说断断续续，你毋知影讲昨个连续动作是啥？哦，啊，前几日的行情又过什么款？啊，今仔日是要起什么类股？哦，还是要起什么股票？你接不上棒。所以我讲嘛，上理想的就是对鳄鱼老师来啊，我无闹开个咧，咱去，搭安尼连线送安尼啦，二十天来，对不？嘿，逐天赢，虽然赢无济啦，啊，你就莫气嫌，对不？好，我一个月时间来挑战咱这连胜二十连胜的记录，这赚的数字会愈大，而且咱的目标是100万。即卖目前一张一张做，会使赚215,500块啊。一张一张来的，唔免坐，对不？所以讲明仔载接续就是换一支嘛。啊，你卖管鳄鱼老师是要做多要做空啦，嘛哪怕讲我跟你讲这支股票是啥，你会做吗？在什么时间点该做动作？在什么价位该买还是该卖？你敢袂晓？你无路使嘛。所以嘛，真简单的动作，甲扫描 QR code， 明仔载对我鳄鱼老师来。对吧？啊，免汤免料，无提你千，无提你万，对你赢。咱是讲的观众朋友吼，嘿，有诶赢甲爽歪歪啊咧，干那食诶就歹算啊啦，对不？免分免料，直直甲赢落去，安尼毋则爽诶，对不对？所以讲明仔要继续赢诶吼，会记哈，先甲扫描 QR code 者，刷咧来，咱讲吼，当冲探索费，波段诶赢机会。咱若会当冲，该破断的时阵，我会甲你出招。即种啊，啊，这都，他讲哦，八九不离十的啦，都大力甲你介绍。安尼，会员人安那做，对不？会员人安那买，对不？人去，价差100块，这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。哦，这唔是哦，三工两工都到得了的。哦，包括来。想说嘛是，对吧？会起就会起，结果呢？咱就是安怎对带会员在做的？哦，300几块的价差，来刷咧咧，这个易经光，哇！魏老师跟你讲啊，哎，走啊！你唔通去哦，那盘那油管啊，来骗骗去啊！人去，11月30号，662。来一路12月4号645，过来12月29号
573，再来1月6号574，一路落去，到昨昏收盘462，200块的价差，一支股票200块的价差，什么意思？你敢知道？你看一张就好，就赚200万。啊，做到这来，人客，你目睭不要紧，详细看哦。二位老师接续嘞，要甲你介绍是啥？易经光，做多做空，今嘛爱做多啊，今嘛爱做多啊，相差200块做完，今嘛反做多。易经光甲大力光同款，烂兄烂弟，但是今嘛无同款哦，超跌起涨哦。所以讲股票，咱要做是做上安稳的。上稳赢迄种的，其他你讲一句实在，到16000点啊，要搁甲你讲有大波段的股票哦，我甲你讲很难呐、啊。咱讲一句实在啦，大力光敢有歹，嘛袂歹啊。啊，易经光嘞敢有歹，嘛袂歹啊。但是你也知影讲买卖点啊，即个头拄仔我讲的啊，买点跟卖点的重要性。不是说涨也买，跌也买，唔爱三位囡仔来就好啊。都不用我来跟你讲啊，为什么讲易经光赚你200块？今嘛来反做多，做个才损失的。做股票本来就是安尼嘛，安稳上重要。所以啊，人去这段期间来，魏老师无浪费吼，当冲安那赚收费，人破断安那赢机会，干那看节目都赢这行的，对不？包括咧，咱即摆要挑战这20连胜的记录，这顶年八月份所创造出来，刷咧咧马仔，这甲你较有关系啦，多空双向。哪怕我即摆来甲你讲什么股票，交予你去做，明仔载哦，你嘛是安尼默默收啊，不知道要多，不知道要空，不知道什么点位啊，不知道什么价位啦、啥咧乌白乎啦。那安尼，与其对二位老师来谈就好了嘛，你卖计较好不好？咱明仔载换一支，哪兴趣的来，赶紧扫描一个 QR code， 明仔载对我二位老师来，继续个挑战连胜记录，好不好？咱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，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
人客，讲来到万六点啊，你认为呢？是底部还是头部？老先讲拢嘛知影，所以嘛，即马大家拢变当冲嘛。嘿，要知哦，对鳄鱼老师来，人客今仔日的利基，现买现涨停，36块的价差，安尼有赚得遮轻松的无？顺势多空就是安尼啦。所以讲，我咧甲你强调的，尊重趋势做单，尤其当冲的投资朋友，哦，不要逆势而为，即安尼较好练，哦，嘛较好谈。来，刷咧咧，你甲看，即连续20天来，鳄鱼老师无漏开的，哦，逐天都超标，咱讲一天甲赚伊2%都好，结果咧已经超标去啊！一张一张来，会使赚215,500块啊！安尼这个速度会使无？好，当然 OK 啦吼！而且咧，咱即摆要挑战这个纪录，要挑战20连胜的纪录。所以啊，人客，我鳄鱼老师吼，一步一脚印，带你要安那赚这个100%。预计2个月，竟然鳄鱼老师都拢超标，所以啊，搞不好1个月就达阵成功，搞不好1个月就达阵成功。所以讲，伫这当时，人客卖气啦。哦，卖讲啊，伊拉你咧当中砍着几卡呢？人可以积少成多，积少成多。哦，你若讲对鳄鱼老师来，安尼一波一开，咱来目标一个关，而且咧，杰西要挑战20连胜的纪录，明仔载换一支。哦，不厌烦，赶紧先扫描 QR code， 明仔载对鳄鱼老师来当冲发财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